大家好，我是老周，我现在在泰国曼谷的暹罗古城，也是今天老周要给大家推荐来泰国曼谷旅游必须来打卡的一个地方啊，真的是太美了。然后进来以后要买它的门票是700泰铢一个人，然后我今天约了我的好朋友拉拉陪我一起来啊，因为他开着车，如果咱没有开车的话就要在这里买这种缆车，这个缆车票是350一个人啊，就带着你转一圈，这里非常非常的美，你看一下这个庙，哇！我们先进去，带大家转一圈啊。因为这个地方是新开发的一个地方啊，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叫暹罗古城，你在地图上搜一下就能搜到了啊。真的是很美，这里居然有一个关公的人像。到了。你觉不觉得这个地方挺适合谈恋爱的啊？这么美，对，比较惬意这个地方。我今天第一次来的话，我都不知道曼谷有这么美的地方。对，你没叫我来，我也没发现。比那些什么大皇宫啊那些漂亮多了。你看前面有几个猛男，打泰拳的猛男，你喜不喜欢这样的？我不喜欢。嗯，我是一人。扫地卡。扫地卡。这就是打泰拳的，你看这个小公园。哦，这里有点像清迈呢，感觉节奏很慢的那种，就是很适合游玩旅游的一天。哇塞，像进入一个仙境一样的，你看这里也超出片这个。好了。老朱好热。感谢你这几天在泰国陪我玩啊。嗯，那个我过几天要去斯里兰卡了。啊，你这么快就要走了？咋这么突然？不早了，快20天了。啊，我们已经一块玩了20多天了吗？对啊。哇，好快啊，感觉。然后但是今天是记忆最深刻的，因为这里很美，你也很美。你要这么快就走了，要不在泰国你不是说还要一起去清迈呀什么的玩一下吗？还要去海岛游个泳啥的。等着下次来，再过一个月我还要再回来的。真的回来吗？对。那好，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清迈。行吧，那说话算数啊。不，我本来还以为那拉钩，你在这再陪我多待几天呢。嗯，一定陪你一起去清迈啊。好吧，那我们下次相约清迈吧。好的，没问题。这个古城啊非常的大，现在我和拉拉都要开车啊，很容易在这里面迷路的哟。还是开车来方便，不然腿的话累死了。拉拉往这个小路进去，哇，这个古城挺大，也没有什么人，我们往那边去看看有没有漂亮一点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刚才一拍照去。在这里发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庙啊，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建筑啊，很有感觉，很适合拍电影这个地方。这壁画都是有故事的。好了，你今天拍的照片绝了，我才知道你拍照拍的这么好，原来。业余专业那种。对，等你以后想转型的话，真的就推荐你做摄影师。我想做那个旅拍者，就是旅行拍者。对，也许啊。要不别走了，看我今天给你拍照拍的这么好，要不咱们一块去清迈，我再给你拍点好看的照片。哎呀，但是行程都定好了呀。你着急去斯里兰卡干嘛呀？清迈很美的，那边那个白冰特别美，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到时候我们再去趟清迈，我可以帮你拍更多好看的照片。反正我这几天也闲，没事。哎，这个要考虑考虑。哎呀，老朱别去了，在泰国这咱俩一块儿再玩几天呗。去斯里兰卡有啥意思嘞？哎，行，就这样，别定了。看我今天给你又陪你去鬼屋拍照，拍的还这么好看，我都现在都憋着厕所到现在都没上。
拍的这么好看的份上，就再玩几天呗。咋去清迈玩？去清迈玩几天去？清迈很美的。主要是我师弟催我催的老凶了，你不知道，天天发我信息催我什么时候来，师兄。哎，不然他会，如果我答应了你的话，他会说我重色轻友的。没事，就让他说吧，说说又没事。关键你走了这两天，我也没什么事，也没有工作，很无聊呢。我想一下怎么和我。这天正好是休息日。我想一下怎么和我师弟。要不叫他来泰国一起交代吧？我叫了他，师弟也来，他不来，从斯里兰卡他死活不来，死活要让我去斯里兰卡。让他过来吗？三个小时飞到。你说来这儿，我带他吃好喝好玩好。好，我再考虑考虑。漂亮的照片。商量商量啊。因为你拍照拍的也确实好，专业是不是能把真实的老周拍出来。他们拍的还有我自己拍的感觉都不真实。我们从暹罗古城回曼谷的路上，拉拉在路上问了我很多奇怪的问题，让我有点搞不清楚状况。比如他问我，如果在家里吃完火锅刷碗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烦躁？如果有女生喜欢你，你会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你和你的前任是为什么要分手的？如果让你在家里陪女生追剧三天不出门，你可以做到吗？这样的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兄弟们，你们帮我破一破，我该不该去斯里兰卡找我的师弟，还是继续待在泰国陪着拉拉